立委才爱补选。在我参与到两届选举的过程，张伟兄无甲我放弃，继续和我徛做伙，和我同齐打拼。伊期待像阮军人迄款所在，不只是爱予台塑企业污染，嘛爱予国民党所有诶派系长期糟蹋诶一个所在，会当透过立法委员诶补选，拍着即个当选无效，予军人诶民主会当进步。我伫遮搁再次感谢咱台南府城乡亲，有法度栽培萧廷长武即款诶。这么好的政治人物，今仔我才有当勇气，有法度在最后的仪式的时阵，赢着当选无效的胜利，感谢大家。第二点，我讲我两个出身是差不多，因为我两个阿爸拢真好命，七早八早就飞去天顶做事，所以我的后代真强。因为阮两个老爸身威显赫，才会当伫天顶照顾着阮两个，和所有的台湾的士大，为着咱的政权，为着咱的祖权，我会当勇敢向前行，打拼到底。所以我相信，我甲张伟兄，因两个士大人，两个老爸伫天顶，今仔就是看到阮两个会当做了啥。会当为台湾的本土打拼，奉献家己的身躯，奉献家己的精神甲气力，就是要和大家永远徛做伙，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打拼到底。所以拜托各位士大，甲中国继续鼓励，安尼好唔好呢？好嘞！我两个已经拢上线啊，但是我还阁会念。阮昨天要甲阮的肉体，要甲阮的精神，和大家是我同款，为台湾继续打拼。即摆这个中央政府真正满足逐日的愿望。张伟兄爸爸甲何伟丈母实在比我搁较厉害，安定整个的乌镇。阮阿爸甲我父建国，老年要建立一个主权独立、健康搁安全的结构。但是阿婆阿生囝真拼哩，加一个健康佮安全，就无法度啊！连伊美国无，连伊 H1N1， 连伊健保该起一个，要咱佮健康佮安全，卖讲主权独立。所以这条路还佫足长个，尤其若即个政府哩话，咱实在还佫继续奋斗，佫继续打拼，为着咱的下一代。所以我拜托各位士大，张伟兄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，伊嘛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人物。你看，连加拿大的朋友骑铁马，落我当过太平洋来跟台湾的倒数，来跟张伟兄战。所以一个府城的市议员，那像土口东京都的议员同款，伊绝对是伫台湾头有一个领导的指标，所以我相信张伟兄袂孤单，伫咱台湾的府城，伫咱府城城市甲城市竞争，张伟兄会扮演着非常领导者的角色。大家继续甲张伟兄鼓励攀升，可以会当带动咱府城的胜利，安尼好唔好呢？好，好，好。我绝对会和张伟兄继续徛做伙，因为伊是我的兄弟，也是你的兄弟，也是咱台湾最好的时势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但是我有一点替伊烦恼，因为伊当当时伊拼初选的时阵，伊敲一通电话给我，伊讲食哪来嘞？无啥介好嘞，因为外口拢甲讲真好，但是伊家己感受毋是安尼，所以若顶外你烦恼，拜托大家，咱就甲选票顾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加一张票。加一个资金，加一张票，加一个力量，加一张票，也是加一个感动，让张伟兄较侪资金、较侪感动的、较侪力量的，我阿妈嘞，阿妈嘞，阿妈嘞，感谢大家，大家到底，谢谢。
谢谢，感谢着咱的来自恩源，咱家己兄弟的老技工老李伟，咱的技工呀，我只要再次感谢着技工带来咱兄弟气魄的。